大家好，我是易南天，欢迎来到易博士水风讲堂。昨天呢，有个网友呢留言，他说啊，易老师您好，我和呢老婆啊是在2015年结婚的，刚相处时呢还比较合得来，结婚之后呢就没有之前和谐了，各种的摩擦口角时有发生。老婆啊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呢就发火。为了不把关系呢僵化呀，我经常呢忍气吞声，特别感觉到无奈。所以呢，我想来问一下，命理上面呢是否有存在着婚姻的问题？后面呢是否会有比较大的波折？下面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八字。这个八字呢，全照丁卯年庚戌月庚子日乙酉时，大运呢是己酉戊申丁未丙午乙巳甲辰癸卯。日主呢是庚金，庚金生意戌月，戌月的本气呢是戊土，戊土生金，同时呢月干庚金透出，比劫助身，时之呢酉金呢为阳刃，阳刃，所以呢这个八字啊偏旺，是个偏旺的八字。庚金呢是矿石之金，喜丁火提炼方可成器。妙在呢年干呢恰好有这个丁火可以断金，所以呢这个八字呢官星可用。如果你想找易南天老师一对一深入交流，加微信77551573636得用。天生有贵气，再来看年支卯木，卯木呢为财星正财，木呢可以盛旺这个丁火，财官相生，这个是还是不错的一个八字。但是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支卯戌啊相合，地支的卯木被旁边的戌土合住，阻碍了卯木去生旺这个丁火，贵气受损，命格呢相对平常，难入宫门。这个卯木财星也透于这个石干乙木之上，被旁边的庚金所克，同时呢坐煞酉金是阳刃，刚才讲的财星被比劫啊甲克，受损严重。这个八字呢身旺财弱，比劫克财，是这个八字中的病
需要有丁火作为用神去化解负财。官杀为用呢，官杀自身可以克服自身的弱点，从而呢更有能力去担财。我们再来看用神啊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用神是火，喜神呢是木，忌神呢是土和金。结合大运来看呢，十三岁之前走的是己酉大运，其中的酉呢冲克卯木，破了年支的财。这个时候呢，主要体现为家庭不顺，小时候的家境啊不是特别的好。在十三岁到二十三岁之间呢，走的是戊申大运。虽然呢也是忌神，但是呢没有直接的冲克，所以各个方面呢都比较的平稳，有慢慢好转的迹象。二十三岁到三十三岁之间呢，走的是丁未大运，丁火官星克制了一组。克制了这个底劫，故而呢有自己的事业。因为呢正官代表事业也代表工作，而且呢有财来升官，所以呢事业呢比较的顺利，也代表自己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。但是呢地支未土呢并不理想，子未相穿，虚未相刑，破坏了夫妻宫，引发了夫妻矛盾，婚姻中呢总有磕磕碰碰的是是非非。我们知道义支呢代表夫妻宫，你的八字中呢义支啊子水三官也为桃花，代表狮子呢相貌呢比较漂亮，有点虚荣。还有呢实干乙木坐山呢也是有金，也为桃花，还是桃花。桃花太多那容易心生抱怨，对现状啊不满，所以呢婚姻中呢的确有很多的问题，自己呢也有经营婚姻的智慧才行。我们说啊，这个八字中呢婚姻对您的影响啊是非常大的。正财乙木代表妻子，也代表自己的工作和收入，还是您的用神。所以呢婚姻中一旦出现了问题，就会必然影响到您的事业和运程。乙木被庚金和这个酉金呢重重的克制，代表妻子的压力啊很大，烦恼多，疑心重，缺乏安全感，经常呢为一点小事呢就来气，这是呢您要注意的地方。比劫过重，夹克财星，也代表您本人呢往往对妻子啊不够的体贴，有点那个大男人主义的倾向，
这呢也会引发妻子的诸多不满。还有呢，比劫太重的人呢，性格呢倔强，脾气固执，这个呢也会引发婚姻的矛盾。所以啊，种种加起来呢，这些啊都是要你自己努力去改善和调整的。平时相处的时候呢，要温和一些，多关心，多包容，多关爱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从2020年开始呢，走的是丙午大运。丙午跟乙柱庚子呢是天克地冲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丙午庚子，丙庚相克，子午相冲。同时呢，子午卯酉构成了子午卯酉船，也为遍地桃花。这个呢是您的桃花，也是你妻子的桃花。桃花太多，心呢就容易乱，整个婚姻呢乱，影响到了婚姻，破坏了夫妻的关系。午火冲了这个子水，动了是七宫，所以呢这个大运呢必然会矛盾重重，甚至呢会有分离的迹象。至于结果到底如何呢，还得看您是如何去对待这段婚姻，有没有经营婚姻的智慧。不过呢有个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八字里面有乙庚相合，乙代表七星，庚呢代表你自己，乙庚相合呢，您能够把妻子合住，能够 hold 得住。所以呢虽然呢婚姻呢有很多的矛盾，磕磕碰碰，并不和睦，比较的波折，但是呢能够合得住这个七星，代表你呢有比较好的感情基础，婚姻基础。那么呢只要彼此啊珍惜，也能够熬得过这个坎。好的，这个案例呢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在生活中啊有类似的问题，也可以呢直接的私聊我。谢谢大家。如果你想找易南天老师一对一深入交流，加微信77551573636。